Mizzy 这次回归全员都十分的亮眼，让 Mizzy 又再次陷入爱河当中。今日 NBC 释出了 Charlene 的 Close Up Cam， 除了跳舞时 Charlene 精湛的舞艺以外，那甜美的小表情也是让人心痒痒的。而结尾时，蔡琳为了让李智有着更好的结尾妖精效果，主动的缩成一团躲镜头以外，软呆萌的模样也是让我的心脏再次承受暴击。从另一次的拍摄也更可以看到，陈琳四处躲镜头并尽量的压低身形的样子。这么可爱的陈琳有谁能够不爱呢？希望还能有更多这种片段啦。